哎，不好了，上一下哈。哎，大家好，我是大瓜。老张不是看见吗？昨天哈，那你呢？我厕所有个位置，没到。今天把你拆掉，弄出去，放到那打起。好了，那边对不起。再看看嘛，再看看嘛。大家二哥，刘大嘴，大嫂子，把这里。 哎，刘姐嘛，对了，你没用，下次再来打。要得，过年一回来哈，那到处都要收拾一下，来整理一下，好过新年喽。二哥，去把那个水果拿进来，喂一下，喂了，那好像剩的。要得啊！把水果拿来茶几我们。 水果拿点没有？拿走。开起噻。哦，你这不能行了嘛？差点儿啊。差点儿去拿个桶桶来。就是你标嘛，省事的，哪能在这提？哦，那行，在里面钓不到，去拿个桶桶来。好，要得，这不找到。来，放在桶桶头。里面拿桶桶来干冲噻。要得。 慢点，今天我们吃个香奶排骨。过年加点油哈，哦，我记得。这油是我丈母娘的，就可以哎多放点儿。再把排骨放进来炸几下。这个排骨比较多哈，我们炸两个，一个炸不完。这儿不是油太多的话，我丈母娘她不爱烫我。 我们小火慢炸十多分钟哈，把它炸焦，再复炸一次。炸好了哈，我们排骨都起来。我们再来两条豆瓣哈，再把姜蒜辣椒放进来。哎，锅出来。 排骨放下来，再点辣椒，这个海椒多放点哈，才比较香。好，起锅了哈。再来点葱葱。没有。来，排骨好了，上一下哈。 吃了，还吃的，吃了噻。来个，啊。大嫂。来点儿，这俩多，来多多多。你们排骨，买你们排骨。你们这排骨嘛，就是买上20，又不涨贵。啊，我们两个可以买呀，就。我还能少点儿，都不干了。那么有些都20的可以买一下呗。嗯。你买的哪样多呀？我蘸着吃呀，得。 你这不够，你这不够。现在过年的话，那些表弟啊、表婶那些聚会了，就可以一起耍哈，很热闹。你看那一大桌，晚上的话还可以去那儿长城。二妹，你是不是天边还怕冷喽？ 今天大太阳多起来的话，感觉你就是起码比大嫂重个一半。主要是安全嘛。